女神们，你们一定要看好了，一根香蕉加一个红枣就能解决很多人的大问题，做法比烧开水还容易。从花果山借回香蕉一根，把它温柔的剥皮，然后改刀切厚厚的薄片，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了。我每天都很认真的教做菜和分享生活的小妙招。今天这个视频如果你喜欢，你就收藏好哦，辛苦你了，祝你顺顺利利，平安健康。锅里放入香蕉片、红枣片，加点长江水，扣盖开大火煮5分钟，再转小火煮10分钟，开盖后再加入少许枸杞。我101岁奶奶要穿收腰旗袍，给她加点土蜂蜜，每天不到1块钱的好方法，赶紧收藏给家里的男神女神做起来吧。点头像主页还有很多的美味教程哦。